声音的呀。啊，有声音的呀。人家会傻逼。我多给你几个入进去，他们应该只就真正放的时候不会放，哦，也会让他们直接传上去。啊，那我还是不说话了。你怎么搬个椅子啊？得这样，得动的呀。妈，腰不行最近。我也不行，好痛，贼酸。哪个地方？是不是这里？这里。啊，这肾不行啊！今天我刚刚知道的，这是真的。你报你妈！哎，老板他们查的是我就是肾脏，就脊椎旁边一点，左边一点点。对啊，左边一点点。就是肾，没有骗你，我也是这个地方脏。就是脊梁骨左边一点点。这左边一点，没有骗你。这是肾，这是肾不行。对，老板查的，就养啊，只能养啊。怎么养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你们想听吗？怎么养肾？就不能。也不是啊，不是这个原因，反正得早睡什么的，这种得考虑的。对，我每天都睡得晚。对，反正就这地方是吧，就是脊椎左边一点。对，超酸，就感觉是你以为是脊椎不行了，不是，我以为是腰不好拉伤了什么的。对，不是，就是这个。嗯，老板查了，老板这地方今天一指，我想我操，你怎么知道我这边痛？要不要吃啊？六味地黄丸，六味地黄丸，六味地黄丸，对，那我去。那个亚米网，但没什么用哈、啊。真的假的？那个药，别他妈假药！真是真的、啊，我那些肾虚同学一直吃这个，就真的是酸啊。张星驰有没有肾虚啊？他不知道。张星驰不是，张星驰没有，老板有，老板这老板也是这样啊，他去查。行，又知道一个了，很多人都这样的，没事的，对，很多人都这样，很多人要算，我们才二十几岁，怎么会有这么讲？就是这样，你就搜就是这样的，我刚开始也不信。可以，我去亚马逊搞个六个地方。早睡应该会好吧？对，早睡，然后少那个少啊。好累啊，这个婆。